就是你，都说的好像你们没死过一样。我没死啊！你看一下我们猎龙猎到现在，你死几次啊你？可以真的练武啊！我穷，我做63块。魔魔发音发音叫做魔，就是跟台语的没有一样。魔魔嗯魔魔魔魔的魔魔魔魔油啊！抹油啊！浇滴抹油啊！抹油啊！抹油啊！哎、欸，我要做的一节课。我的，我的。完了，感觉我的观众都被宝可梦绑架了，不玩宝可梦就没有人要聊天了。哇，在专心看台嘛，你就是这样子讲。哇，这观众都被服装绑架了，都在讨论服装，这样很好啊，这是讨论你耶，聊天是热络耶，这样好啊，你玩什么游戏他们都看呐、啊，对啊，他们又不在，只想看你穿不一样的衣服。杰克，你朋友来了没啊？还没，我想，那现在是连观众连路人都不来了、啊，对啊，大家都是玩新的龙了。我去打宝可梦啦！哎呦，那就这轮打一打打岩贝啊！好啊，等一下里面的人出来吧。可能你吧，好的，就把这一轮打完就那个吧。很棒，超棒！然后把标题再改。哇！嗯，酱油膏来了。寄养牛哥，你怎么现在才来？你给我说清楚。昨天聊太开心，小火马就跑了。哦，啊、我小火马抓到50几只，不用抓那么多只不是吗？31只就好啦。被他被断了、啊。我要抓刺猬啊！我昨天是抓到17只又跑掉，干又是17只，被断了17。气死！我觉得他是前20只很难抓，后面就好一点。你过31之后没有很难抓，只是就是要花很多时间。他是要击退哦，这不是打死，吧？是打死他吧？什么东西？太太啊？飞？应该是打击退吗？不是打死哦。嗯。击退哦？不知道哎、欸，到时候答案知道啦。啊，等下就可以有观众会来教我们怎么打。那个时候就是要闪啊！干什么东西啊？不是，等里面的出来吧。嗯。里面的魔物猎人，大概打到第三阶段就可以出来了。里面的，里面的有在看台吗？还是你们想打到第四阶段也可以？我要跟我们讲一下。未来扮装不要啊。可以 cos 小雨 ，cos 小雨。那我在 cos 小雨 ，cos 小雨。我今天晚上都不想化妆了。我是之后才要杀死。哦。小雨 coser 小雨都不会想要自己的衣服、哦，什么自己的衣服？就那个三等的黄黑条纹的长袖衣服。我有啊，有你穿一下好不好？哎、欸，那不是长袖啊，那个是短袖。短没有长袖很难买哎、欸，可以请人做啊，很贵、欸。那你就人做啊，有人送我就穿嘛，又没人送。听到了、哦是是，听到了、哦，可以送了、哦。如果你们发火机的话，我就 cos 自己嘛。cos 自己。那你要假发也要戴哦。假发。好啊。白毛要翘好，不能歪一边啊。好啊。你最难的。我的那个颜色的假发没有很难买。突然好想看哦。对、啊。突然想看了。有点好奇。究竟要怎么 cos 成雷姆呢？不然刘海不一样，一头吗？不是啊，我的不是妹妹一头，我的是 M 字刘海。哎、欸，都出来了、欸，中间有一撮的那种、啊。出来了吗？看一下啊。吗？哦，里面那个还没出来啊！走走走，接接接接接。
听到了跳比较慢。我说如果有火箭的话，对吧？接了吗？接了。好。接了。不是要分两团吗？八。对呀、啊。不要人陪。还雷死他们。雷。雷。雷。啊！好，你只要跟、啊、你只要跟杰克了，杰克，你跟杰克去吧，然后再凑路人。嗯，好吧，我有一个叫魏乐的，说呆毛，你的魏乐的，就呆毛那种，不是就到时候就这样抓一抽出来就好了？哎、欸，他很难固定，是很难固定，没错，你就法焦涂多一点，让他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会觉得头顶上有东西在左右晃，一根这样。被你是那种刚睡醒那种，才是真的是纯天然，纯天然的呆毛，天然呆毛。宝可梦主义都买了衣服上的，不是啊，宝可梦主义买的是我自己的兴趣啊，衣服又不是。走了。哇，他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全远距离耶，真假的？的，可以啦，可以啦，两轻一攻一中，他从这边来，从左侧啊。感谢棒棒糖。棒糖，棒棒糖，棒棒糖，你也嗑药是不是？棒棒糖，你怎么了？不打，没有，怎么了？压力很大哦，还好。最近压力很大哦，工作压力大、哦。看个牙齿就变这样了。有工作压力蛮大的。你说你现在吗？对。然后还没有看过哈基女服装的话，现在可以看哦。现在可以看哦。哎，对，不要错过的话，现在可以补看呢，很爽、啊，真的，机会难得哎，真的。两脚是不掉了，不难得，掉了，掉了，掉了，来啦！哇，倒了呢，又一部分坏了，又一部分，太快了吧！哎，小三蛋来喽！躲掉了！哎呦，他把我推走，他把我推走，他把我推走！不要推我！不要推！不要推！不要推！不要挤！不要挤！不要挤！哎呦，机会！不要推挤！不要推挤！不要推挤！妈妈，我被推到前面去了！妈妈，你在哪里？喵！cos 那天我很难玩游戏，不会啊，我可以玩掌机啊！你想我如果就算有袖子，你还是可以丢宝可球啊！我现在就算有袖子，我还是可以玩 Switch 啊，还是可以丢球啊，对不对？我现在玩给你看，有袖子就不能玩游戏一样。不是啊，因为我很多衣服就本来就袖子很长，我很喜欢穿那种袖子很长的衣服。嗯，再加帽 T， 赞。把自己包起来，真的。泡芙，快点去看女仆记哦。短裤是蓝色的啦，蓝色牛仔短裤，我有类似的短裤倒是。焦雨打到，为什么要把石头丢在这里啊？焦雨啊，为什么要打我？直接破门，破破，没破到，再破，哎、欸，我没放到吗？嗯，不知道。有吧？有没有？有有有，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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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有啦有有有有有吧有感受到感受到了有啦有感受到我看到我那有打到就好有我看到伤害我有有有你看到皮不同场哈基刚刚操作的紫色是隐形不是眼睛就是眼睛是紫色紫色是隐形药水不是我因为进入那个 cos 的那个就是配件的，你知道吗？就讲的是隐形眼镜才是紫色的。小眼镜。你想要紫色是因为我那个吧，我的那个粉丝专业那个头像背景是紫色。所以本来应该是什么颜色？
你说裤子吗？蓝色啊，蓝色牛仔短裤啊。嗯哼，嗯。欸，我那时候在弄这个人设的时候，就有思考过 cos 的可能性。嗯，还是用正常一点。对对对，就是想说凑一点正常一点的元素好了，还是不要太复杂好了。我的人设都很正常啊，这是我当天我当下穿的衣服来决定，发色也是当下的时候。这是挺日常衣服的，对啊，只是加个图案而已。那时候就是乐天嘛，穿短裤。我们这一群蠢喵，他坐在大家都算蛮正常的吧？大家都没有，因为他布偶装而已啊，就比较特别一点嘛。我们都是正常的平时装啊，喂、欸，是吧？是的。哎呀，你看嘛，臭蚊子咬我，来打羊。感谢雅思的礼物，跑了啦！你还在那边跳，跑了啦！哎、欸，我上来了。哈，你上去了，你现在骑上去。你为什么先要骑啊？看来要打第三场了。我知道他的那个骑乘值很高，就上来了。你不能用左键啊！我一直在扣右键呢，就是因为不敢骑上来 啊。真的吗？对啊，左键会骑，右键不会骑啊。你说跳起来之后那个吗？對，一个是盾级，一个是剑。哦。砍左左键就是砍的。没有。来不及了，我已经上来。哇！等一下，他等一下他脱妆的时候很难骑啊。不小心就上去，不小心就骑上去，他去你一个不小心的，他说、哦、你怎么就这样上去啦？不小心就骑上去啦。是啊，因为那天在看那个怎么打，观众就一直说啊，不要让那个盾级出来啊什么的。嗯，听他的哦，你不听我的，听他们的哦。你那时候没起啊？没有，而且他那时候在打红玉啊。因为那时候他们说用滑的按右键，我说啊，按右键、啊，按右键又不能攻冲拉小。哦，对啊，有啊，那个我有文峰哥，我知道啊，所以我滑下来的话就按左键。对啊。敢听一下、啊，人家说他专精到一百多等片手、欸，哎，对不对？哇塞，哇塞，那专精到一百多等片手，为什么冲下斜坡按右键？按右键能干什么？就只能一直滑下去、欸。他说：“先按右键，再按左键。”在的哈、啊，是有蓄力的。搞不好人家是勇敢派啊！啊，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先右再左是不是？对啊。啊，我捡东西了啊！捡东西、啊，我捡到前面子的飞刀。也是捡飞刀的部分。原来是想捡东西啊，边滑边捡啊。吐火、哦，吐火、哦。哦、不是压了，是压。他怎么补装补三次了、欸？哎、啊，没打哪里没打掉，没有打到没打到要打的地方啊。嗯、屁股吗？那我们剩哪里啊？手嗎，手都爆啦、啊。那是剩尾巴喽，尾巴应该还有一段吧。啊，屁股打屁股。他是不是要走了？对，下一阶段没有啊，还没啦。有啦有啦，我们在走了，他好准哦、喔，有啦，好准哦、喔，超准的嘞，太准了吧？你是不是那一个另外一个队友啊？对，是不是叫道化？道化，你怎么开始玩那个的、啊？宠枪 啊, 啊？你怎么会玩宠枪啊？宠枪，宠枪，哎、欸、哇，哈基真的是你呀、啊？铁的，哇！啊他直接放一个爆桶、啊，然后自己炸自己。哦，这很可以，像我。nice， 这不愧是哈基的作风。好走了。他居然转向。哇！先摆好了。我要过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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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过去，让我过去，让我过去。哈基过来，哈基过来，哈基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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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哈基。哈基、欸，哈基被咬了，哈基过来，过来，啊，哈基被喷了，哇哇，哈基被捉，哇哇哇哇哇，哈基快过来哟，他过来，过来，过来，哈基过来了，喂，哎，解放了，好，来来，你过来，你过来，过来，我们解放了，我们解放了，解放，然后嘞，跑掉了，哎，哎，你也打完吗？打完可以啊，我们这边解放了，可以打完了吧？嗯。
们没有武器，没有棉哦，直接干了哦。好，硬上，那就看，就再把他祈祷啊。可以啊，小雨，我们其他。我哪里修？那我又好没有喝。我刚刚修掉了呢，喝一下。开始，我来打尾巴。现在可以骑了，可以左键了，可以左键了。然后可以的话，穿普通一打吧。我没有。啊！修这，哎。哎呦，路卡卡的，没关系，之后再补地路挡就好。嗯，这个啊，不要啦，很舒服，让我想起开心，一位屈膝，要吐喽，开车，你快吐了，小雨你还不走？啊奇怪，我的队友怎么都没来啊？换武器啊，不好意思。有啊，我们在你旁边啊，在你旁边啊，你怎么会？有啊，哈基你怎么了？你怎么在我旁边呢？你知道三个人去换武器吗？三个人都换武器，中一个。